可以吗？
月光仙子，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。不可以的。再拿一把，再又把它弄掉。吴军，你打算没？以前那个战场心被搞清，被清算，我想报回。我也报回。你干嘛呢？干啥呢？好，你搞的，你家里也包包，回家里也包包。人家讲台语，讲国语，宝贝。我被观众笑死。他只是笑，他只是你讲笑。你喜欢神奇宝贝？欢喜毕业宝贝，跟他一个呢。我怎么演了都可以演他，好烦啊。你要戳那地方哦，戳错我没有办法补哦，没有特写啦，懂不？从旁边啊，我不是护理师，戳这里，戳这里，我都暗示他，他一直戳前面，我不懂啊，啊戳，我这里戳一下，好啊，你讲个该有我替你主播，我搞不清楚啥，该有好吗？今天什么？讲不讲？快信心，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小雨，你先让开，你先让开，你先让开。我坐在那边我会紧张的。Hello。